沙弥十戒威仪录要。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诸位沙弥居士，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大家下午好。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威仪门第六礼拜啊，这一门在未正式入文以前呢，我们先讲十种礼佛的方法。这是呢，出自于啊华严书啊，那么所谈到的啊十种礼拜，我们来看附表啊，补充讲表，就是我们的讲义第83面。那么这里讲到十种礼拜，前面两种啊是不如法的啊，要避免的。后面八种啊就是如法的礼拜。那第一种是我慢礼。这个解释说到呢，如对上下无恭敬心。这个对就是啊冲米用的器具。那么在拜佛的时候啊，头啊磕头磕得很勤啊，啊就好像啊这冲米一样。啊那这种礼拜的情形啊，身体虽然在运动啊，但是呢没有恭敬心啊，就是为了礼拜而礼拜啊。今天我们定课300拜还没完成，赶紧啊把它拜完啊，边拜边想着，而且时间怎么这么慢啊，哎，快点快点把它拜完吧啊，应付了事。那这种礼拜呢啊当然基本上啊就没什么利益了啊，那可能利益就是锻炼一下身体啊，就是动一动但是那个功德就没有。因为功德是来自于我们的恭敬心。礼佛能够忏悔业障，能不能够忏除罪障呢，那就是看我们的心呢。如果没有恭敬心，那就是心里头怀着我慢。那我慢呢一般呢都自己觉察不出来。每天都是这样的得过且过。没有啊真正用认真的态度。什么都是应付啊。拜佛念佛诵经听法共修啊，没一样曾经用过真心啊，都是应付的心，这一辈子也就最后应付过去了啊。最后呢袈裟之下失人生啊，
这是叫我慢礼。啊，当然礼拜啊是修行的一种。啊，那推而广之啊，你就知道可能我们干什么都是用我慢心。啊，文法也是用我慢心。啊，所以因为要在僧团里面嘛，所以不能够不参加这种共修。啊勉强就来坐着啊，打个盹儿，这一个半小时就过完了。啊，这叫我慢听法。啊，还有呢啊，上早晚殿啊，也是这样啊，我慢上早晚殿。啊，每天都是在养自己我慢的烦恼啊。越来越对法失去了恭敬。啊，所以为什么地狱门前僧道多，你才知道道理在哪里呀？根源就是因为我慢。那第二呢，是唱和理。啊，唱和理也叫求名理，就是啊，为了求修行的名誉，啊，乍现威仪。实际上内心里没有那种因重心，不是为了自己啊，这一生要了生死成佛道来修行。而是啊装个样子啊，迷惑他人啊，邀集名誉，这个心是属于邪命，所得的力量那都是邪命的力量啊。那么吃一口饭，穿一件衣，啊，将来都变成地狱里头热铁丸、热铁衣。那这个解释说，高声喧杂，词句混乱，就是口里要称赞佛名啊，一心顶礼啊，本是释迦牟尼佛。那口称佛名的时候都要至诚恭敬啊，心意要专注的啊，不是有口无心啊，心不在焉的。声音虽然唱得很大声啊，是从自己的杂乱心中出来的，所以这种心这种声音呢，听到让人就感觉到杂乱啊，喧闹杂乱啊。那唱的时候也不认真，字句也啊不清楚，那些经文随口划过，词句就是混乱。为什么现在有的人很讨厌做经忏佛事？为什么呢？本来经忏那些文字全都是经文呐，或者是祖师大德都是开悟的人写的。啊，那都是佛知佛见。啊，祖师大德善巧方便，用这种梵拜啊、唱诵的这种形式去表达这种甚深的义理。但是现在人却听到经忏就很讨厌。那什么人
把这种佛事搞坏了呢？啊，是我们自己出家人的问题啊。啊，就是这种啊，我慢理、唱和理的心，做出这种灭法的工作。如果我们做这些唱诵，能够至诚恳切，啊，咬字吐字非常清晰，都是从自己的真诚心里面吐露出来，那会非常感人。啊，人家听到你这唱诵都会掉眼泪的。啊，那我们呢，达不到这种效果，就是因为啊，没有那个真心。啊，甚至是用邪命的心，那就更糟糕。啊，为了利养来做佛事，那就叫邪命啊。啊，那出家人那怎么能够啊还求利养求钱财呢？这是很令人可耻的事情啊。啊，所以像我们这边虽然呢没有什么佛事，一个月只有一次三时醒念。啊，那主要就是早晚课诵。我们乐众啊带领啊，尤其是维奴啊，就应当啊发起这种至诚心啊，来带领大众来唱诵。古德讲啊，啊维奴乐众，那是带大众生啊法身慧命的啊，大众的慧命系汝一身。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带好啊，让大家在唱诵的时候不能随门入馆，不能入境界，那你都有因果啊。所以这个礼佛啊，从礼佛我们就啊衍生出一切的课诵共修都应当啊用至诚的心。第三，恭敬礼。前面两种是不如法的，那第三种开始就是如法啊。恭敬就是身心都恭恭敬敬的这样来礼拜。解释说，五轮着地呀，捧足音重。五轮啊，就是我们身体的五个部分啊，两手、两膝还有头，叫五体投地啊。拜佛的时候，如果这五体都没有着地，那就不叫拜了啊。或者手足啊，这个着地了，但是呢，啊，头不着地，这也不成恭敬啊。所以动作都要做得标准啊，不能马虎。像偶一大师韩家集里讲的，要用啊这个猛切心呢、啊、对治孤怠心，用殷重心呢、啊、对治将就心啊。我们修行乃至出家多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主要原因就是将就随便啊。像了凡四训讲的，天下聪明俊秀不少啊，
之所以不能成圣成贤，就是因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因循就是将就啊，从来没有认真过。那么这就是无法入圣人的门狱。那五体投地就是恭敬的这种表示啊，还有捧足要殷重啊，我们礼佛的足，双手反掌接足啊，这是极其殷勤尊重。那我们在礼的时候都应当发愿，在这个离垢会经当中说，先发总愿，我现在以我的五轮就是五体来对佛作礼那是为了要断除五道，就是五道轮回五道就是六道讲五道就不算阿修罗做一道，阿修罗就等于分入这个天人恶鬼畜生。如果单讲阿修罗道，那么就指天阿修罗这就叫六道。那六道是轮回很苦我现在礼佛就是要断这个轮回要离开五盖烦恼。第一是贪欲，第二是嗔恚，第三是吊悔，第四是睡眠，第五是疑法对正法有疑对善知识有疑，这种叫五盖，盖覆我们的真性。还要发愿使令一切众生都能安住于五通，具足于五眼这就是发愿。那另外拜的时候还应当有别愿，拜下去的时候先右膝着地就愿众多的众生都能够得正觉道也就是得成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然后左膝下地了，愿一切众生对于外道之法不生邪见。所谓外道是心外求法佛法是告诉我们心外无法的是要内求的，就是明心这就是心内求法。那左膝下地两膝都在地上了，然后呢右手又着地的时候这时候就观想好像世尊呢做金刚座右手指地的时候震动世界，现出种种瑞相证得大菩提。那左手着地的时候愿呢用四摄法来摄取诸多外道就是还没有信佛的人还在心外求法的人。那时令他们呢入于佛法的正道。四摄法是菩萨摄受众生的方法第一是布施，就是施与恩惠
那我们在这儿啊，就要学这个啊。外面很多人啊，来我们的寺院啊，那我们就提供啊，免费的啊，这个餐食啊，这就是一种布施，让他们呢在这里吃得很欢喜啊。现在呢，在念佛楼一楼啊，义工菩萨们呢都整理得很干净整洁啊，这一楼啊全部作为一个啊对外信众的啊大宅堂。只要啊有人进来啊，愿意来这吃啊，坐下啊就可以随便吃啊，都是吃的最好的食品，美味的这些菜肴，而且不收费啊，这就是布施，摄受众生一种方法啊。那我们呢，越布施啊，就啊，其实啊，得到的越多啊。那现在很多人送大米、送蔬菜啊，而且呢，啊，有不少人就专门都送有机的啊，这些蔬菜、水果来。啊，我们都用这些来供养大众啊，啊，这是摄受众生的一种方法。那这些米啊、菜啊，多的都吃不完怎么办？往外送老人院、孤儿院，啊，种种。因为我们这里啊，所有的饮食都不入常住。啊，如果入了常住之后，常住饮食那不能够随便送，啊，只能够送啊寺院道场，啊，而且我们要僧团啊合僧结魔，啊做白二结魔才能够送出去。那我们这里呢的饮食规定全部都是供众的啊，当然是先供僧啊，再供众，所以。啊，这里就啊方便了。那第二个是爱语啊，啊，爱语不是说啊讲那些让你听得很高兴的话才叫爱语。爱语啊是对你有利益的话。啊，如果是用谄媚巴结的心来讨好你说好听话，那个不叫爱语啊，那叫绮语啊。所以真正的爱语对你有利益，纵然是骂你的话、呵斥你的话，那都是爱语啊。像我们这些啊小沙弥，有时候啊不守规矩的时候啊，我们比丘大德就可以对他们说爱语啊。说什么爱语呢？啊，该呵斥要呵斥啊，该跪香得跪香啊，要罚了就要严厉的来处罚啊，这样来帮助他塑造僧格。他既然能来，这是有善根啊，也是有道心，那我们就要护念他的这种善根和道心。假如啊都不管他，放任自流，随便他自己啊，这个不守规矩，那就等于糟蹋了他的善根，这就对不起他。所以我虽然在这边任沙弥辅导老师啊，但是我啊邀请也祈请各位比丘大德帮助我一起来管教沙弥啊，凡是看到有不威仪的行为啊，有这些不守规矩的时候啊，那你们就有权利
啊来处置。啊那如果他们不听，那你跟我讲啊，我来处置。啊那我处置要十倍的严厉。愿意留下来的，我们一定好好的护念栽培。啊受不了的那就离开。啊也不必浪费我们呢大众师父们的时间。这个利行就是啊利益对方的这种行为。啊要给他带来真实的利益。啊而不是满足他现前的这种欲望而已。真实的利益有可能让他会痛苦。啊但是痛苦是阵痛。就好像戒毒一样。啊戒毒是痛苦的。但是把毒戒了他就得到安乐，长久的安乐。那我们如果有烦恼习气啊假如从小没有好好扎过根啊这个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牢那肯定有很多的烦恼习气甚至自己都不觉察那在僧团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啊这我们这里要求是很严格。啊严格的有些人是受不了。哈受不了也得受。为什么呢这是利行啊。对你有利益。啊像戒毒似的。啊自己不肯戒那就进强行戒毒所戒。啊这一定得戒不戒最后命就完了。啊那我们这些毒是三毒烦恼啊那比那个毒品还要毒啊。戕害的是你的法身慧命。啊靠自己戒戒不了那就要靠大众的力量。以众靠众。啊当然我们比丘也是如此的。不是说受了比丘戒一下就成为圣人了。什么毛病习气都没有了那不可能。啊那就在这里磨练。啊用戒法来啊庄严身心。所以这里持戒我们是轻重等持。微细戒也要持。啊持得越细越好。啊当然我们都在学很多微细戒还不知道那就啊边学边持学一条持一条啊今天知道了、哦、这条有犯立刻忏悔啊以后不犯这就是啊在僧团里面来磨练自己来造就自己顶天立地的僧格啊做大丈夫啊、当然这个利行就包括对众生啊给予真实之力。真实之力必定是让他们这一生能了生死出轮回。啊所以我们弘扬戒法的同时要弘扬净土啊。啊因为离开净土法门我们这个浊恶众生啊想要当生了生死几乎不可能。啊待业往生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啊。啊所以利益众生还有自利之行那概括起来就是持戒念佛。以持戒为本呢以净土为归。那同时
啊，就是与众生啊啊做同样的事业。那这个需要自己有定慧啊，假如自己啊根基都不稳，你跟一切众生接触，跟他们同事，那就会受他们影响。你影响不了他啊，渡不了他，反而被他们渡走了啊。所以自己还没有成就定慧之前啊，那我们先以自度为主啊。什么时候你能做到内心里啊如如不动，不受一切境界诱惑啊，顺逆境界当中不会起贪嗔痴啊，这时候才可以呀、啊、跟众生同事啊，那同事才能够摄受他们啊，导他们入佛正道啊。那就是左手下去的时候是这样啊，那最后是头顶地的时候呢啊，就愿呢、啊、一切众生，当然包括自己，都离开骄慢心啊，因为头啊啊是我们一般人最尊贵的部位啊，脚是我们最卑贱的部位啊，那我们现在用头来礼佛的脚啊，这个就是啊断自己的骄慢心。嗯，当然佛的脚也是最尊贵的啊，三十二相里面脚那一项是千辐轮相啊，那我们呢就是这样来啊至诚顶礼佛祖啊，通过礼佛就把骄慢心给理掉了啊。那最重要的就是以礼佛的这种恭敬心来对待一切众生啊，不是说啊我礼佛的时候啊才没有骄慢心啊，回头一出殿堂啊看谁都不顺眼啊，这礼佛就白礼了。所以这个也是对治自己烦恼习气的一种啊方便啊。那么这种恭敬礼佛的时候，我们呢口唱着佛名，心啊观想着佛的相好，身业啊调情礼拜啊，恭恭敬敬的来供养啊，像我们拜旃茶忏啊，这里头啊就非常具足啊，调情三业啊来顶礼，这个就是身心恭敬礼。那第四种礼佛呢叫无相礼，也称作发智清净礼。解释中说呢，是深入法性离能所相。华严宗啊也叫贤首宗，将佛一代十教判作五教啊，跟天台判教啊啊有相似啊，天台是四教，藏通别圆啊，那华严宗是五教，叫小始中顿圆啊，小就是小乘教啊，对应天台的藏教。那始教呢，那就是刚开始入大乘啊，那就对应啊
天台的通教。这个入大乘出门必须啊啊先能够知空啊知空性的义理。在中观论里面说呀，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因为有空的意义，这一切法才能够成就。啊，所以一切法它体就是空的。啊，没有空啊，就没有一切法。像现在科学家已经都了解了，所有物质分析到最后，那只是波动。啊，基本粒子最后再分析下去就没有了，只有波动，那就是空。啊，那没有这种空，就不可能形成基本粒子。啊，那没有基本粒子，就不可能形成物质的原子分子。就没有物质了。那物质法如此，啊，这个五蕴色是受这个物质法，啊，受想行识是心法，啊，都如此的。那无相礼佛呢，就是随顺于空性，啊，随顺这个本体，这就是属于始教。啊的礼佛的方法。所以礼佛的时候我们要观想。啊，像我们拜旃茶忏啊，拜佛其实都通于所有拜佛的那种观想法。啊，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教难思议，我此道场如地珠啊，十方如来影现中。我身隐现如来前，头命皆足归命礼。啊，拜过忏的人，这个偈子要很熟。啊，自己拜下去的时候啊，自己就念一遍，就等于观想一遍。那么能理所理性空寂，这就是讲无相理。啊，能理的是我，所理的是佛。无论你是顶礼佛还是菩萨，哪一尊佛啊，那所对的这个佛呢，他的性是空寂的。啊，我也是空寂的。为什么呢？这一切法都是缘生性空。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既然它是因缘所生的法，当然没有自性。啊，其性本空，啊，那就叫无相。无相不是说这个相没了，而是离这一个相，啊，心里都不着这个相，知道他的性是空的，就不着那个相，相上是假的，啊，那我呢，四大假合之体。所以我的自性是空的。那对面我理的阿弥陀佛呢，啊，这个有相的阿弥陀佛也是因缘假合。嗯，他也是有四大五蕴。啊，只不过他的四大五蕴呢很殊胜。啊，但是既然是四大五蕴所成的啊这个法，那就是空的。啊，本性是空。啊，所以礼佛的时候就不着佛的这种相，这才是礼到真佛。啊，《金刚经》上讲的，若以音声求我，以色相见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你要把这个三十二相的佛，把它当作是真的佛，啊，去执着。那你就不能见如来，因为如来是无相的。不仅不能见如来，你还行邪道。啊，换句话说，你会着魔的。
啊，那有的人呢，啊，跟我有讲过，啊，说他啊哪一次啊，这个很虔诚的礼啊，观世音菩萨，哎，就见到好像是个观世音菩萨，啊，然后呢，头就嗡的一下就开始痛了，啊，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好。嗯，什么原因呢？它就是着相啊。在楞严经里讲五十种阴魔障，其中有一个就是佛啊，这种佛的这种相本身也是个魔障啊。你要是着在上面了，那你就啊自找麻烦啊。那重的这着火入魔啊，得神经病啊，轻的也会让你啊很多苦恼。所以这些见到了，见如未见就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体性都是空的啊，叫离无相佛啊。这种空性的智慧非常要紧的，能入菩萨出门呢，大乘的出门，如果你没有这个空性的智慧，你入不进去，你还是个凡夫。所以礼佛的时候呢，啊，这个要深入法性啊，知道一切法相啊都是空的啊，都是假的。啊，就离能理所理的这种相，那这种慧心呢非常明利啊，这个智慧呀、啊、很明利，就能达到佛的境界啊，内外都清净啊，没有啊任何障碍。那此时礼一尊佛啊，就等于是礼一切诸佛啊。那么礼一切佛呢，也就是礼一佛。为什么呢？因为呀、啊，一切佛都同一法性啊，所以这个我们专礼阿弥陀佛的时候，就等于礼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法身是一呀、啊，啊，这个法性呢是融通的，啊，所以呀、啊，礼一佛就是礼一切佛，啊，那礼法礼僧亦复如是，啊，我们礼法宝啊，一心顶礼，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性，啊。这一理下去的时候，那这个法通一切法，全理了。啊，理僧的时候啊，理地藏菩萨、摩诃萨，就是圣显僧，啊，现僧相。实际上啊，他的境界都是跟佛平等的。啊，那实际上呢，确实也是平等的。啊，不仅是地藏菩萨跟诸佛平等。乃至眼前一个凡夫僧啊，他刚刚从戒坛他下来的新戒比丘，你理他，他也是僧啊。理他的时候呢，他的体性呢当然也是通一切法的体性，法性融通啊。啊，所以理他呢也等于理十方一切三宝啊，这就理一切相。你理的是法性啊，啊，那这个理就很清净啊，这叫做无相理，能入实相。第五种呢是起用理，这个解释说，虽无能所，遍蕴身心，如影普遍呢。理不可理，
那这种起用理又称啊遍入法界理。那在华严宗的五教当中，这属于中教啊，小始中啊，这个中教啊，中教是大乘啊，这个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大乘，入到这个门里头去了啊，是通于天台的别教。那这个前面说的无相理呀、是啊。主要啊偏重在空义上。这个起用理呢就是从空入假了。从空观入假观。就是从体起用啊。不是说没有用的啊，安住在本体不起用啊，那是啊小乘。起用就是大乘。已经啊在空观里体悟到诸法无能无所啊。这个礼佛的时候能理的我所理的佛当体即空。两不可得。那诸法都是空无自性啊。那就不着一定的相状。然后呢就普运身心呢运转自己的身心。身礼拜心呢就至诚恭信。这个如影普遍。就像影像。这个影像呢是怎么出来的呢，是我们心性中所现的，是我们心性的缘起，那因此就能够普遍一切处，心性遍一切处啊，所以我能理的身，所理的佛，也随着我们这个心性啊，普遍法界，普周法界。就好像我们所说的这个我此道场如地珠阿弥陀佛应现中。那这种就是普遍这个能够遍入法界。那理不可理。理就是讲我们能理。不可理是所理。不可理就是它因为性空寂。那虽然不可理我们还是要理呀。不可理是讲它的性是无相佛。那我们理无相佛呢这个还是要理呀，那就从体起用。从空入假。那我们的身心等法从本以来都不离开法界。这法界分出就是十法界。那我们呢身心也都不离十法界。天台家讲的这一念具足十法界。百界千如这个我的心呢一念就具足了十法界。十法界里各有十法界就百界加上十如是就是千如那我心如是呢佛心亦如是。那佛没有离开我的心。我的心也没有离开佛。那佛的相跟我的相都同一体性，而性跟相又是平等的。
啊，性是相中之性，相呢是性中之相。打个比方说，水跟波，啊，水是 H2O， 啊，它的这个体性就是这个化学结构，啊，但是它表现出来呢就是波，啊，有水波，啊，那波是相啊，那个 H2O 就是性啊，啊，那性跟相是不二的。不是说从波以外还能找出个 HRO 来，没有，那 HRO 就是那个水波，那水波就是 HRO， 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所以水是波中之水啊，波是呢水所现的波啊，波外无水啊，水外也无波啊，那这个道理明白了，我们就能知道啊，相外无性，性外无相，性相亦如，性相不二。那性相是平等啊，所以诸法本来就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啊，这是从性上讲啊，如此。那性和相又是不二，所以相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现在礼拜一尊佛啊，就啊等于礼拜了一切佛，因为一切佛都同一性啊，就像一切波都同一种水一样的。那好比是一个房室里头悬挂着百千个镜子，每一个镜子都显现出佛像啊，这个我们的偈子里说地网千珠啊，珠子里头啊都能够啊引现外面的境界啊，那我们用镜子也行啊，一个房舍里啊有千啊百千镜子，那么这个影像呢都在镜子当中显现啊，那就能够显出无量无边的佛了。那这是讲到遍入法界观。第六啊，内观理啊，这就是越来越殊胜啊。解释说呢，但理身内法甚真佛，不向外求。这属于啊华严宗宗教当中的实教的理啊。前面的无相理是空啊，起用理呢是假，那这里呢是不着空假，直接就照见本觉的真如本性啊，这就是理呀、啊，身内法身真佛，不向外求啊，法身呢，不是向外持求的，那就叫做内观，也叫正观修成理啊。所以华严宗讲的内观呢，那是这么个讲法的，观的是法身的啊。现在很多人也修内观啊，那个境界跟华严宗讲的内观就不同的。啊，那这里讲的这个内，就是我们本来具有的。啊，实际上呢，不是啊，在空间上去找内外的，啊，不是在空间里头的内外中间，啊，不是，它就是讲法身，法身变一切处，那就是从一切的
幻象之中回头，啊，观性相平等不二，啊，这个本具离体，这叫内观。那一切众生啊，都有本觉离体，跟诸佛平等。我也是如此，他也是如此，啊，所以呢，这个众生啊，跟诸佛啊，在相上好像有高下之别啊，实际上呢，啊，这个本觉的离体啊，是不会有变化的。只是我们众生啊，因为有染污的因缘啊，随顺染污迷惑啊，就迷了自己的本性啊，虚妄造作出许多的恶法啊，才叫做众生啊。实际上现在虽然是众生啊，那个自己的佛性啊，跟诸佛是没有两样的啊。那这个本觉离体才是真佛啊，法身真佛。在《维摩经》经上面说道：“汝自观身实相啊，观佛亦然。”啊，就你自己。观自己这个身呢，啊的实相，跟佛的实相啊没有两样。佛的实相啊，就是自己的实相。啊，那《大品般若经》上说：“诸法如实相啊，即是佛实相，无来无去故。”诸法一切万法的实相，那就是佛的实相。所以真佛是什么？就是实相。啊，实相是不生亦不灭，不长复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去。啊，这就是《法王经》当中啊啊教导我们的，菩萨应如是观察。这就是内观力啊，观自身呢的实相跟佛的实相无二无别啊。那么在《旃檎经》里面呢，这种观法叫真如实观。第七呢是实相力，解释说呢。若内若外，同一实相，这就属于华严宗顿教的理了。小始中顿，这个若内就是前面讲的内观理啊。要知道内观理啊，实际上啊，已经是啊到中观了。空假中，直接就是观佛法身啊。那但是呢，啊，从这个内观来讲，啊，那应当就是属于别教的淡中啊，就是离开这个空观假观所得的中观。他还不是一心三观。那么到达这个实相理啊，若内若外同一实相，这个内观的理啊，还有若外，这若外呢，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在相上的啊，要恭敬的理。那所谓的内，应当就指别教的啊，就是天台别教这个次第的三观，空是无相力
啊，甲是起用理，中观呢是内观理，啊，那这些都属于内呀，外呢就是前面的啊恭敬理。若内也好，若外也好呢，是同一实相，啊，这叫实相理，实相平等啊。啊，这个理也叫实相平等理，那就等于入于啊，啊，这个圆教的中观，圆中。所以，啊，在前面的啊，这个正观修成理，啊，也就是啊，这个啊内观理的时候。虽然还存着有理有观自佛他佛两种差异，那么到了这里呢，实相平等理啊，这里全都摆平了，无自无他，无凡无圣啊，这凡圣自他体用都是不二啊，而且不需要次第证得，一心之中得到啊，就是天台圆教的一心即空即假即中之观。那么《金刚经》上讲，是法平等啊，无有高下，这个能理所理呀，都是平等啊，平等又是一啊，但也不能说是一啊，不一不一啊，所以说不二就比较啊恰当啊。那你说一又着了一的相啊，说二说多啊，那也更是着相啊，讲不二就全平等了。好，第八种大悲理，随一一理呀、啊，普待众生。这就是啊，从啊这个圆满的观智当中啊，显现出啊大悲来利益众生。心经上就讲啊，菩提萨埵啊，菩提就是前面的这个啊观智啊，从无相理起用理到内观理到实相理，这就得菩提了啊。那从菩提当中呢，还要起大悲，救度啊一切苦难众生。这就有萨埵的啊意义了，所以菩提萨埵。那这种理呢，普待一切众生来礼拜，运用的是同体大悲啊，众生跟我是同体的啊，同什么体呢？这个真俗中啊，三谛。我这礼拜啊，都普待一切众生礼拜，都能够啊啊跟一切众生啊做无相理，证入真谛啊，同用空观，证入啊真谛，理无相佛。然后呢，又从空地啊真地当中啊流出啊啊这个俗地，从空出假，普待一切众生啊起用力啊。还有呢啊，这个从空出假，空假两边都不着，理法身佛啊，这个淡重之理啊，
就是内观力，也是普待一切众生内观力啊。然后啊，到这个这里讲的实相力啊，是实一切法平等啊，这是这个一心中啊具足了空假众生观啊，圆观呢真俗中三谛，这就是普待一切众生实相力。那这种理也就是大悲理，当然也包括前面的那个恭敬理啊，普待一切众生啊，除我慢习气啊。那第九呢是种摄理，在解释中说，摄前六门呢，以为一观，这越来越圆融圆满。前面六门呢是由浅及深啊，到总摄理呀、啊、就是浅深不二，浅深相继啊，这就是入华严的玄门。这个六门呢，就前面的啊，恭敬礼、无相礼、起用礼、内观礼、实相礼，就是除了啊，还有大悲礼啊，除了前面第一、第二，那是不如法的礼啊，不要，就前面这个六门，就从第三到第八。总摄啊，全部啊合在一起了，这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那么如此，那就是普现行愿啊，所以总摄啊一切的啊菩萨行门，那作为一观。啊，这样礼佛啊，当然前面的这种啊，啊观智啊，都要很娴熟，你才能总摄啊，不然你怎么总摄呢？啊，好，到第十呢，叫无尽礼了。嗯，这总摄啊之后啊，还要入地往尽啊，若佛若理，重重无尽。入于地网种种的境界啊，那么无论是所念所理的佛啊，还是这个能理的理，都是无重重无尽，犹如地网啊，天地啊，这地是天的善法堂前啊，是用摩尼珠啊做成个网，那每一个摩尼珠都可以引现百千珠啊，那么百千珠呢又啊显在任何一个珠当中，这样交影重重啊，主伴无尽啊，这个主啊，一个珠是主，其他珠都是伴啊，那么这千珠啊分别都是做主做伴啊，互相辉映啊，这就是表世事无碍的境界。像我们的偈子里头讲的啊，我此道场如地主阿弥陀佛影现中啊，阿弥陀佛呢，隐现在啊地网之珠当中啊，我们这个道场就像一个地网的一个珠啊。那然而呢，啊，像我们这种珠啊，有好多好多啊，有无量的。那一个珠里头的佛啊，就隐现在啊无量的珠当中。
这样重重的收这个摄入啊，啊，重重无尽啊，就是这样的境界，入法界。在普贤行愿品里头啊，寄诵这么说，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理尽无语，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身浮现刹尘身，一意遍理刹尘佛。这华严经啊，啊，讲的这个一真法界，华严的十玄门呐、啊，啊，讲的非常详尽。而最后的一品普贤行愿品呢、啊，可以说是华严经的精华，啊。那被古德收入净土五经当中啊，作为一经，就是因为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所以将来有机会我们都应该学一下这部普贤行愿品，就等于把整部华严经给学了啊。那这里讲的一真法界世事无碍的境界啊，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人师子就是佛，啊，人中的师子。那么就是讲十方，啊，加上三世，包括一切时空。那对这么多的佛呢，我都啊，以清净的身与意呀、啊。来一切遍理尽无余啊，我还是这样恭敬的理，所以恭敬理啊，它也就啊，虽然是浅呐、啊，它也摄入深的理啊。像这种啊，这个啊无尽理，它也是恭敬理啊，不能说恭敬理就浅，无尽理就深，不是的，浅深相济啊。所以这个恭恭敬敬的礼拜啊，一切的十方三世一切佛啊，普贤行愿威神力啊，用我们的普贤行愿这种威神之力啊，神通之力，就普遍的显现在一切诸佛之前。那一身浮现刹尘身，我这一身呢，又显出如同啊这个刹尘般那么多无量的身体啊，一个刹就是一佛土，佛土里头有多少微尘呢、啊？那没办法计数。这一身就能现出啊像佛土微尘数这么多的身体。那一身体又遍理刹尘的佛啊，那佛呢啊，也是像微尘刹啊，这个啊刹中的微尘数这么多无量的诸佛，那一身都遍理这一诸佛，这就是入地往境啊，这种重重无尽的境界。那然后呢又说，一毛孔中啊，细明现不思议数无量佛，一切毛孔皆如是，普理一切世间等。不仅是一个身能现这个啊无量的佛，我这一毛孔当中啊，也能明白的看到不可思议数目的无量诸佛。这无量诸佛就在你一毛孔中，不光是一身中啊，所以身都太大了，这毛孔中就有无量诸佛
那如一毛孔如此，一切毛孔尽如此。于是我就是这样来遍理一切的佛。世间灯就是佛。那礼佛如是。这个称赞如来亦复如是。广修供养亦复如是。都是一通于法界。都是重重无尽的境界。那这就是最殊胜的礼佛法了，无尽的。所以我们的初学这礼佛要慢慢的要观想。你看这种境界那么深那么复杂，你要是随便像捣蒜似的磕个头就起来，你就没办法做这种观止。所以我们这个瞻察忏我就希望大家用慢的礼法。因为慢的礼法它就中间每一拜当中有念那个观想记。那你就比较能够有足够时间去做观。如果你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也很快速的了事。那就前面的那就是我慢礼了。那还不如不理，你不理还不会修我慢，你现在把我慢的越修越大了。所以我们做客诵什么都要运用自己的那种观力做观不要马虎。好，那讲过这个礼佛的这个方法我们就开始入文来看。第一条，昭觉迟暮，灌树清净，方行礼敬。早上起来了要做早课了。那么有的这个莲友比较精进，很早就起来。像我们僧团早课是5点了你4点钟就起来开始拜佛拜忏这就很好那起来之前当然要灌树早上这个主角迟暮，迟暮就是羊脂古人呢没有牙膏牙刷就嚼羊脂就来清洁口腔因为羊脂有一种特别的功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清洁口腔那现在呢就是刷牙了那然后呢灌漱漱口灌洗洗脸都把这些整好了方行礼敬这就是表示我们呢要恭敬了。如果口也不漱脸也不洗那去礼拜佛这就是我慢这就是这个有小的过失乃至于我们没有洗好脸漱好口受人礼拜或者礼拜别人都是有小过失都应该做小罪忏。第二条呢，礼拜不得站殿中央，是住持位。这个中央的位置是主法位。那一般我们不能够站在那里。连比丘都不可以随便站主法位，更何况沙弥，更何况居士呢？那是住持位。什么叫住？动静都不迁移，这叫住。什么叫持呢？古今不失，这叫持。那这种人是能弘扬正法之人。也就是善知识。
在佛法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丛林道场，很多的这个法的授受啊，通常都是在岩洞啊、洞穴啊这些没有像现在固定的庄严的道场。那百丈禅师唐朝马祖建丛林，百丈令清规。那百丈禅师看到呢这个佛门呢知书，就是出家在家来问道的人越来越多。假若不遵从这个法师的地位呀，这师法师道就不能够得到尊重。所以就有了住持这一位。那么住持呢，就是修行戒定慧三无漏学能够作为持法的支柱。他秉着僧人清净的德行作为持法的工具。那这样就能把法持得长久。在禅林宝训中就说到住持有三莫三个不要。事繁莫惧就事情繁多你不要害怕。事情多了影响我修行怕被打扰这就做不了住持。第二呢，无事莫寻，没事的时候不要找事，多事要能随缘，不攀缘。第三，是非莫辨，这团体的首领很重要一个领导的艺术就是是非不要变得那么轻这个跟人家去辩论那就反而把自己陷进去，你还不能够帮人解脱所以百丈清规里面有一条讲到是非以不辩为解脱所以能够做到前面讲的三莫，这样的人才可以当主持那他才有资格站在这个中央主法的位置上好，所以这个呢一般我们就不能站的第二呢，有人礼佛不得向彼头前经过，经过就是直接经过，不回避看到有人在礼佛的时候我们直接就在他头前经过那他是礼佛还是礼你呢那这个呢就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会妨害人家那礼佛做官人家正好练到这十相观刚才讲的观十相结果你这一走过十相没了，就你的相出来了这就等于打扰人家休息。第二呢你走过的时候尘土飞扬起来也会落到人家的头面呢，使对方生烦恼。好，下面第四，凡合掌不得食指参差，不得中虚，不得将指插鼻，须平胸高低得所。我们合掌礼拜，或者是向人合掌问讯或者我们经行的时候合掌，都应该不可以十个指头参差不齐像这样子或者是这样子除非是放小门山的时候，这是金刚掌是可以的手印但是我们平常就应该十指整整齐齐
也不能中虚，不能这样啊，这样就中虚了啊，里面是虚空了啊，这都表自己啊非常随意啊，没有那种谨慎的那种态度。也不得将指插鼻啊，把这个手啊插到这个鼻孔里面，放得太高了啊，当然也不能够太低，有的人就把它放到肚子那里啊，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连手掌都提不起来啊啊，而且应该竖直，不要这样打平放啊，这个除非是您就拿狙的时候啊才用这种平的手，那一般都是要竖直啊，要平胸啊，在胸前啊，高低得所啊，不能太高不能太低啊，太低就表示我们呢怠慢啊，那么太高呢啊，这个也不合威仪啊，所以这个合掌我们都是啊要很恭敬的，那么这个手指并拢的啊，不是这么岔开的啊，岔开是表你的心散乱啊，合拢才是一心。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